刚才从城镇委员手上接到这个印信，我把它当作一个光荣的火炬，我把它当成一个任务的托付。那么这几天呢，上礼拜26号这个人事命令宣布以后，很多记者朋友来找我，我曾经说过这样话，他问我你准备多久，我说我准备40年了，这个有点突兀哈。我跟各位表明心机，所谓40年是怎么算的呢？就是我从学地质学开始的那一天，精确的算43年了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从事任何一个任务，我们是要把毕生的所学，所有累积到现在的能力，我们要贡献于这个事情。很像刚才沈署长讲的，就是要尽心尽力。我喝台湾水，吃台湾米长大，我要把这个40年我的所学，我要贡献，我要反哺给我们台湾的母亲，土地的母亲。环保署成立以来啊，历任了10几任署长。今天我从沈署长手下接下这个重任呢，我自己把它想作是一个接力赛的选手。我希望在带领我们环保署的同仁在既有的轨道上继续勇往迈进，也希望我们在创造更新的里程碑。沈署长是2008年民国97年5月20号上任的，算到今天应该是刚才讲了好几个数字了嘛哈，民国不是啊，总共有5年9个月02天。沈署长自谦呢，说是临时工，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叫临时，中华民国所有的中文字典要改定义改版。其实啊，我在想啊，时间的长短或许不是最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这个5年7个月这多少天，12天是吧，19天，到底9天12天，我也有中风的前兆。我说了那个时间啊不是很重要，我这学地质的，我们都是用百万年做单位。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。我认识沈署长啊很早，沈署长记不记得我是不晓得啊。当年沈署长在这个国科会任内担任处长的时候，我有追随过沈署长。那时候国科会成立一个新的学门，叫做永续发展学门，我们一同擘画，一同审案子。永续发展那个名字从那个时候开始。沈署长啊，他是一天当两天用的，所以刚刚那个5年几个月多少天再乘以2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等于11年7个月。我们是公仆了，我们为人民服务啊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临时工的公仆啊，赚到了。是为了准备今天的这个演讲啊，我特别邀请署里面您的麾下同仁，说署长啊，这个至少这5年多啊，有很多建树，让我了解一下。我们今天呢，偶露一下。结果同仁就给我了厚厚一叠，你知道吗？罄竹难书啊！我想我在这边暂时打住啊。最后呢，我就借用啊，上星期五同仁们在这边演出，是在这里吧？演出短剧啊的一个梗，然后呢，我狗尾续貂加一句话，作为我们今天庆祝这个时刻的一个结语。这个梗啊，看我的话呢是这样子的：沈郎才不进，魏哥哥继续拼。谢谢各位，谢谢陈真伟的主持。沈署长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我要请你啊，把你的热情、智慧、爱心、能量传给我，
我们可不可以有个小小的抱抱？谢谢两位，谢谢新人的拥抱。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新任的魏署长对我们的勉励。